好大的鸡哦！这个鸡要干嘛？这个鸡，这个鸡也太大只了吧！咕咕咕咕！哈哈哈哈哈！啊，靠背啊！我们要灵敏的神走位！呜呼！鸡在那边，鸡在那边，鸡在那边，鸡在那边！快跑！咕咕咕！赶紧要快跑！啊！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快跑，快跑！神走位！对，像是鸡就没有很可怕，还好啊。过了吗？我靠！我鸡暴走了，你娘嘞！哎呀，这鸡超凶的，又来有妖术。他跟轻轨有点像。鸡来了，鸡来了，鸡来了！啊，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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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没有中文嘞，那怎么办？靠腰，我就拿着手机这样边玩边用手机边玩。欢迎来到全世界最先进、最美丽。最复杂的科学设施 Tower， 保密原因实际上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名是什么。我一直认为科里是一个好名字。Anyway， 确定已经被先告知，巨鸡大量死亡。Put it back proper。 组成一支优秀的团队，跟踪你的位置，知道你在哪里，趁你还可以的时候享受魅力，深入这个设施向你保证。哇，这什么啊，维比特中心。哦，现在的游戏真的是画质很好呢。通过通风口，他要我去通风口干嘛？目标利用通风口到达下一个区域，需要一把螺丝起子。他要我去找螺丝起子拿就对了。OK， 他要我去找罗赖把啦。可以关门吗？欸，可以耶！我靠，先关门安全点。哎、欸，有东西耶，有东西耶，你看。看你娘鸡巴呀，叉姐，你娘骂，看你老师，妈的，把我吓一跳，妈的，看你娘，垃圾游戏，他妈的，看我很认真的看他，然后我看你们在讲话，突然丢一下，哦，妈的，气死我，吓死我，操，不怕不怕不怕，啊，游戏音效没听到。啊，靠杯啊，我忘记开了。拍手拍手拍手，忘记开了。啊，你们没有听到不讲一下。他刚刚突然鸡突然叫一声啊，没声音你们都没有说。感觉有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哦，应该刚好跟我说。这要干嘛？什么东西？好大的鸡哦！这个鸡要干嘛？这个鸡也太大只了吧！咕咕咕咕！哈哈哈哈哈！啊，看到没有？为什么我突然死掉了？我又没有动，这是。我跟你鸟知道了，来了来了来了，哪边？他走哪边？从哪边？他从那边出来，我们就往另外一边通过去。我们要灵敏的神走位。呜呼！鸡在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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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赶紧让他跑！啊！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快跑！快跑！神走位！我们进去那个洞，进去那个洞，进去。进去。哎，这个是要干嘛？我进来这个洞，然后呢？对，像是鸡就没有很可怕，还好啊。哦，所以我是要开开关是吗？
过了吗？哇哇哇哇哇！我靠！我鸡暴走了，你娘嘞！哎呀，这鸡超凶的哎！我现在是过关了吧？我应该是要离开吧，对不对？居然有要凶我！哦，他跟轻轨有点像。但是他做的好逼真哦，你看那个鸡。腰啊，干！好刺激哦！哎，怎么被封住了？嗯，为什么？这里，所以到这边，然后呢？哎，刚刚那个人不见了呢！我的罗赖把我没有看到啊，没有罗赖把啊，这没有按键，没有罗赖把啦。但是刚刚那个人不见了呢？哦，可恶的鸡呀，鸡呀！他奶奶的，这个鸡，哎，被他看到跑是来不及耶！我现在发现我可以跳 ，OK， 可以跳就好办事了。我神走位，可以跳我就超快。啊！干流汗，哎呀，我测一下灯光反应。好热，我突然流汗了。看，鸡来了，鸡来了，鸡来了！啊，叽叽！我们现在要找出口，看好，神走位。你看好这个洞，你看，我滑，有没有？啊，这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哪有另一个区域？我没有看到啊。好，看到了，出口在这，这样就过关了。哎呦，哇，帅！哎小。All right, you made it. Nice job. Nice job. We're getting closer. Just keep going. 啊哈。这个也是可以躲的。哎，躲的地方蛮多的呢，代表说等等可能会有很多，会有很难的部分吧，不然他躲的地方那么多。哎，来了，我靠，不是，这我要找什么啊？我找，我靠，他直接飞扑，哎，你娘嘞，他还会拍翅膀冲，哎，真的，我要找东西啊，看样子我们是要找东西啊，但是不要让那个鸡看到。来啊来啊来啊，玩 gay 啊，来啊！妈的，抓到我更信！看我飞扑，非常不残。好，技术的表现了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了。这让你这只笨鸡抓到，我就不用混。你这样子我怎么捡东西啊？不行，我要让他看到我。哦，没有，他往那边走。来来，你过来，我看你都跑多快，你过来，飞扑。哎，我有捡到哎、欸，我是跑得比他快啊，等等。他从这边，这游戏还算蛮友善的。那这一根是接在哪里？好像是接上去，是不是？接在门口。要来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干你娘，跑好快哦！操！跑！我钻！
所以我刚刚那样是对的，是不是 ？OK OK。哦，原来是这样子。干你娘的，那个鸡！哎呀，靠呀！哪有绕路哎、欸？你的鸡鸡怎么在这？你有养这个鸡吗？他这个鸡做的很真实哎、欸，靠呗！哎呀来了，感谢按的脚。哦，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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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嘞！干老师哎、欸，我滑，我再滑。鸡在那边，他现在看不到我了，傻屌。你看这鸡做的很像哦，还有鸡翅哎，你看它那个鸡翅的那个地方。好，走走走，继续过。哦，这里是哦，还有我从这边过去。哦，林老师哎，妈的，垃圾鸡，靠北，我要去哪里呀、啊？干我花！他奶奶的，差一点，结果我没气力值。那这游戏有点硬哎、欸，我说认真的，这游戏有点硬哎、欸。他等下破门，你看他破门，等，我看一下。谁在笑？青蛙小。他们笑青蛙小。哇！哦，对。Yes。没有，我刚刚要滑，他没有力气啊，没气力了。你的鸡很硬，就跟我们的鸡是一样硬的。You aren't who I thought you were,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re different. 这个鸡，看蛮白痴的。Exactly. Are your intentions? Are you lost? Are you looking for a way out? 等等，结束了吗？Or are you here to hurt me? You're the hand. You wouldn't want to hurt me, right? Right? I want you to stay away.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here. I was able to break free and escape. None of you humans were strong enough. 欸，他很嚣张啊！他说我们人类都没有足够力量来阻止他。Others weren't so lucky. They weren't strong. 这么嚣张，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不够坚强。And I killed. 但我救了他们，我杀了所有阻碍我的人。And I won't stop at you. 很嚣张哦，这只鸡。But for now, I'll give you a chance. Just open that door. 所以，刚刚只是前菜，是不是 ？Now, promise me that you'll leave. Got that?Never come back. 傻小，过路。Whoa, whoa, whoa, whoa! Hey, what are you doing?、Oh. Don't kill yourself yet. Wait.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How did you get here? From where you were, it should be impossible to. This is really strange. You shouldn't be down here.We could work with this. Just hang tight. Oh, and if you find any sort of tape recorder, please do not play it. There's a lot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own here. 很多机密。他说这里有很多机密。看到一半了。走吧。哦，这种蹲下就不怕了。哎，有人呢！哎，有人呢！I don't mean to scare you. You and I are not different. My name is Sebastian. That's what they've always called me. I've been following you. I've been listening. I know that you don't work here. You are oblivious to what's really going on. I've heard your radio. That voice.I know him. He's not who you think he is. His name is Eric.
艾里克 created this place. He's the one. 他创造这个地方。This pain. Eric is evil. 这个人也是被机改的。He is a monster, and he wants to cause more pain. 这边有个主人叫艾里克。You and I. 对，stop him. 幕后黑手。Otherwise, he is going. 他会杀了我们。Both of us. 我们俩。没关系，我再翻译。Eric's using you.And he'll kill you. 艾瑞克在利用你。他会杀人。You've seen too much. Too much. 他说我知道太多了。还有鸡。他想要鸡，这是他派你来的原因。The chicken's name is Cooper. 这只鸡叫 Cooper. I doubt he told you that. 我怀疑他是怎么告诉你。When Cooper broke out, he saved me. 当库珀爆发时，他救了我。Eric wants to capture him again. 艾里克想捉住他。He wants to cause more pain.I've got a plan. I'll save us. You just need to lure him down here. Just follow his instructions. I'll save you. I'll save you.看一下，反正他这边有个幕后黑手啊，走，哎，引到这里来，这个应该是刚刚看我的那一个，对，这应该是刚刚看我的那一个。OK， 来，我们来去找鸡。哎，小鸡鸡，哎，有黑色 OK 呢 ，OK， 哎。要不要吃乌骨鸡、山鸡？阿哥，我这一下这白色叫什么鸡？这可能是他的那个哦，他的那个小孩，应该是吧？他小朋友，看你们要吃哪一种啊，自己挑。他怎么不能开？不行。看这里的门，靠北，门是通的。哦，我可以躲这里啦，然后鸡，哎呦，在哪里？狂小，你捉得到我吗？你捉不到，妈，你看他屁股那个毛，你看，做的他妈也太精细了吧，他还会叫哎、欸。先躲起来。这游戏我大概知道怎么玩。冲！是不知道拿什么啊？怎么有噔噔两声？哇靠！完了！快！滑进去！注意啊！这个游戏就是要好好的善用那个滑铲。地上有铃铛、哦，我刚刚是被铃铛害的，是不是？妈的小屁崽子，没事丢铃铛在地上，没看到。快走！你怎么走回来啦？在搞屁呀、啊？你在搞什么？赶快走啊！他走。牛欸。哦，里面有开关，看到。鸡不见。这里有个洞啊，刚没进去。这里吧。这洞是干嘛？我靠腰欸。我怎么跑回来了？这我不能走啊。所以我要走这里啊。这里有个地方可以躲。shit！ 妈的，刚那个铃铛啦，那个铃铛在害我啦哦，他老师的，哎呦！
大概知道怎么玩。那个铃铛不能，我跟你讲，看好技术的表现。玩这个要不要技术看就知道。地上哪有铃铛啊？在哪里？哦，这里啦，我看到了，在这里。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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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铃铛啊！哎呦，我看到那个铃铛了！真的，那条线我看到，那边有一条线，我看到吗？那个那边有个铃铛，那个都是线啊，看超好笑。看这几只在拿当炸鸡，我跟你讲。看你们俩鸡在叫，是在叫声小。哦，这个。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哦，这是开关。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this means for the lab. 催眠气体。鸡睡着了，我也睡着了。为什么？所以我的任务哦，他刚刚有说，我按了催眠气体之后，我会被他催眠，然后他会把我叫起来。所以抓到这只鸡了。I never actually learned your name. 从来没有真正知道你的名字。Or even wanted to. 并不是说我需要，甚至不想。You did well as an intern, and I'm sorry it had to end this way. Your sacrifice i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科学的名义。What? What?Eric, how did you? It's over. 刚刚那个人。It's over. It's over. Please. 那个坏人被抓到，被机改那个抓到。Please. 哦，你先。刚刚被机改那个人把他杀了。You were never worthy. 你从来都不值得被原谅。And for you.以及对于 I'm so sorry. This world. 这个世界不值得你。And you deserve so much more. Much more. 靠压他连我也杀哦，不会吧？啊？什么情形？我怎么看不懂？You're safe. 你安全了。嗯？这个人。I killed Eric. 他好像机器人哦。He's gone. He can't hurt us anymore. 他走了，他不能再伤害我。Cooper's also gone. 库珀也走了啊！他把鸡杀了啦。He was filled with too much pain. 充满太多痛苦和愤怒。He was never going to return. 他永远不会恢复正常。He deserves peace. 他值得和平。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 am free.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自由了。You and I, we share something special. 你和我们分享一些特别的东西。We are human. We are human. 他是长什么样子？我好好奇。I am. 我是人。Human.Human. 他不要自杀吧？有东西，有东西来了。I am 什么东西 ？Human. 我是人，他一直说他是人呢。啊 ！Boom.等等，不会这样就结束了吧？迪伦巴塞特的游戏啊，就这样结束了 ？What？ 一点难度都没有，一点惊吓感都没有，这样就结束了 ？What is this？ Hey you bro， 就这样子，就这。一点
一点刺激感跟惊吓感都没有。这游戏就这样哦，是蛮特别的啦，但是飞机真很好笑，靠北哦，又不是感谢祭是勒。啊，感谢我们淘淘奖送了这款游戏。可是不得不说啊，这种游戏它现在的游戏真的做的品质是很好，画质也很好，但是它好快就结束哦。而且很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它有一段故事，但是就是没有中文版，好可惜哦。不过大致上，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这是大致上是建立在一个是被机改的，就是应该算是疯狂的科学家，然后去改造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刚刚最后你们看到的那一位，这是机改下的那个受害者。好啦，感谢我们淘淘送的游戏。